不定期和大家分享新发掘的 Costco 宝藏好物的时间又来了，欢迎收看 Costco 挖宝专题第五期。这次我们又发现了不少好物，建议大家看到最后，不要错过每一个推荐。在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点击右侧小铃铛按钮，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视频了。意大利番茄酱，这款来自意大利品牌的番茄酱，有着伏特加的口味，搭配上 Costco 的牛肉丸子和意大利面，口感非常独特。酒香味道肯定能让我们对意大利面这种司空见惯的食物出现眼前一亮的感觉。每份包装是两大罐番茄酱，并且只要6.49美元，不仅分量很足，而且价格厚道。这款番茄酱是由100%来自意大利的番茄制成的，并且搭配了很多当地才有的辅料调制而成，无论从口感上还是营养方面都非常不错。番石榴果汁，这款番石榴果汁是由粉丝推荐的，它是由纯果泥制成，不含任何添加剂，口感方面甜而不腻，恰到好处，并且配有一点点酸酸的口感，非常的清新爽口。番石榴果汁本身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C 以及钙、镁等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经常吃番石榴或者喝番石榴汁，可以调节生理机能，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加健康。龙虾片， Costco 极具人气的超大包龙虾片，和我们小时候吃的虾片味道很像，但是这个更加天然，更加健康。整个龙虾片包装巨大，价格又非常实惠，可以说是非常良心的产品。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郁的黄油蒜香味，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推荐给大家。杏仁柠檬巧克力，这是一款不仅看上去很可爱，同样吃起来味道也是特别惊艳的零食。黄色的柠檬巧克力裹着饱满浓香的杏仁，吃起来味道刚刚好，不是特别甜，但是很香。主要来自于和柠檬混合的白巧克力，再加上杏仁天然的口感，让整个巧克力吃起来都格外有特色。瓷质量碗，平时我们使用的量杯量碗都是由塑料制成的，时间久了不好清理，看上去也不是很有质感。这一款来自 Mason 品牌的瓷质量碗就能很好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包含了4个 measuring bowl 以及1个640盎司的 mixing bowl， 大小不一，刚好可以叠放起来，不仅不占地方，而且可以放置在任何角落，也不担心发霉。瓷质的东西放入洗碗机也非常易于清洁。总结一下，就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印度 Masala Dali， 这是一款由粉丝推荐的纯有机印度 Masala Dali 酱，两大瓶一组才5美元左右，价格实在是太良心，并且有了这款咖喱酱，对于最近宅在家里准备做一些快手餐的小伙伴实在是太友好了。下面附上这位粉丝为大家带来的快手餐准备和做法，10分钟就能搞定一顿猪肉咖喱饭。 Cuisine Art 手持电动搅拌机，这款电动搅拌机用来处理平日里基础的厨房搅拌任务，可谓是再合适不过。首先它整体尺寸不大，再加上是手持的，放在任何地方都不挡着，拿来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也很方便。另外这款搅拌机随机带了2个不同的搅拌头，一个是用来打蛋打牛奶等使用，另一个搅拌头带有刀片，可以打碎食材用来做一些糊状食物。每天早上起来将面粉和鸡蛋打匀，做个简单的鸡蛋饼，或者把鲜奶搅成奶泡之类的。相比较大型的厨师机来说，节省地方，而且还方便实用。当然最重要的是它只要19美元。有机鸡骨高汤，一箱里面有独立包装的6盒高汤，是用鸡骨和其他蔬菜一起熬制而成，一整盒汤只有40卡路里，含有钠和钾，不含糖，喝起来很清爽。它可以让菜品风味更足，拿来煮菜当做吃火锅的汤底，或者来碗豪华泡面当做面条的汤头都很好，各种用法等待发掘。好啦， Costco 挖宝系列的第五期就到这里，如果还没有看过前面几期的小伙伴也别错过发现更多 Costco 好物的机会。如果你也有发现什么好物，欢迎留言分享。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分享，更多实用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下期见，拜拜。